这首歌是你专门写给奶奶的吗？专门是一首对奶奶思念一首歌。我想可能奶奶的离去对你来说是一个世界的坍塌，但是想到奶奶在那儿不用受苦，不用那么忙碌了，我们也祝福她在天堂永远带着微笑看着你，好吗？好，谢谢，谢谢。